摩沙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搁到到咱见面的时间咯。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自主生存的囡仔歌。咱台湾童谣有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语句结构的形态，类似着这个华语因你讲的这个定真啊，就是接龙。啊，那接龙就是讲前一句上尾迄个词提来做后一句的开头，安尼不断伫你连接落去的一种形式。佮亲像讲天下为公。啊，就接这个公公婆婆，哈，啊，佮接这个婆婆妈妈，啊，佮接这个妈妈伟大，哈，啊，这个大，咱就佮接上大家快乐，哈，嘿，但是咱伫这个台湾童谣内底，伊除了这个接龙以外，同时爱佮讲究押韵，一个字句的结构，非常这个特殊啦，哈。我家己叫做连珠歌，较亲像讲，阮细汉的时阵吼，有咧念一个《花金谷》这个童谣。这个《花金谷》这童谣，吼，《花金谷》就是萤火虫啦，啊嘛有人讲花金星啦，吼。啊，较早台湾人感觉讲这个萤火虫真古锥，佫会为人服务，替咱照路，吼。啊，那个叫做阿哥就对啦，安尼较亲切嘛。啊，那所以叫伊花金哥啦，吼、哦。甚至念这个谣，用这个连珠式的方式来念这个谣、哦。花金哥啊，来吃茶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第一句就为这个茶开始摇，吼、哦。茶烧烧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就压这个烧的温卡嘛。啊，转过来，迄食金蕉，啊，所以佫加这个金蕉摕过来做阿壁古迄个开头，就安尼，这个接迄个前古的尾来做后古的头就对了。佮阿这个文就不断延伸，刷落去就变做金蕉零零的食零零。啊，灵境爱爬塔，一换来就吃领白，啊领白啊转转子，来害阮吃一个落水去。就亲像安尼，吼、哦，先转个阿温，啊个延续来连接。亲像火车的车厢，一站接过一站啊，连珠安尼，自主生存。说来去，我来教咱西门国小的小朋友来唱这首《花金谷》。花金谷来吃茶。茶烧烧咧，食金蕉，金蕉零零食零零，零零爱白卡，我来食领白，领白啊转转子，害阮食一个落嘴去，害阮食一个落嘴去。花金谷来吃茶，茶烧烧来吃金蕉，金蕉零零吃零零，零零爱白卡，我来吃领白，领白来转转子，害阮吃一个落嘴去，害阮吃一个落嘴去。
这俩歌有影较歹款待啦，吼，请伊啉茶又搁嫌茶烧烧啦，请伊食香蕉搁嫌讲啊冷冷啦，啊，请伊食冷静讲，都爱搁白壳啦，吼，啊，请伊食领巴拉讲，哎，嫌要转转子啦，啊，勉强食两嘴，我害阮食一个落嘴去啦。细汉的时候，住伫草地啦。虽然当时规定伫学校内底讲爱讲这所谓的国语啦，但是阮草地囡仔咧，哦，老师若无在的时阵吼，啊，阮咧偷偷啊讲台语，较习惯咧，哦。啊，当时正是政府大力伫咧宣传反攻大陆、杀之拔毛、消灭万恶的工会，这个时阵啊。啊，受到安尼杀气腾腾的影响吼，诶，阮同学中间吼，我那传唱一首连珠歌啦，吼，啊，大家真天真，就去唱这个这条连珠歌吼，啊，这个连珠歌佮含这个反攻大陆、消灭万恶共匪佮有关系了，吼，啊，这条童谣，这个连珠歌的童谣一开始，伊是用啥？用咱台湾伫咧化险的时阵，喂，哦，这个喂的音来做开头，然后用台湾做重心，啊，尾后开始就押韵，押这个喂的这个韵卡，运用这个声转的功能，发展出来自主声传的效果啦。伊就安尼念，喂。在台湾出甜粿，啊，甜粿真好食。啊，台湾出肉饺，啊，肉饺是真好穿。在台湾出嘉玲，嘉玲在泡泡杯。在台湾出鼓吹，鼓吹滴滴弹。在台湾出炸弹。炸弹炸强鬼，你强鬼变死鬼。我个人认为，对囡仔的教育，无应该用这尼啊重的党国重担加在囡仔身上。在囡仔养成的过程，咱应该教因认识家己，认识咱的文化。认识伊所生长的这块土地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嘉玲瀑布杯、台湾出鼓吹，小可甲改做嘉玲瀑布杯、台湾出风吹啦，哦，啊，就甲转变过来，哦，啊，变做嘉玲瀑布杯、台湾出风吹，风吹好佚佗，台湾出冬落啦，啊，冬落真正好，啊，台湾是宝岛啊，即阵。咱来欣赏健康版的《台湾是宝岛》。喂！啊，台湾出甜粿，台湾出甜粿，啊，甜粿真好食，甜粿真好食，啊，台湾出肉饺，台湾出肉饺，肉饺真好穿。啊，台湾出嘉玲，台湾出嘉玲，啊，嘉玲的泡泡杯，嘉玲的泡泡杯，台湾出风吹，台湾出风吹，风吹好佚佗，风吹好佚佗，台湾出冬落，台湾出冬落，啊，冬落真正好。台湾是宝岛，台湾是宝岛。喂！台湾出甜粿，甜粿真好食。
台湾出目镜，台湾出目镜，目镜是真好穿，台湾出家人，家人在婆婆背，家人在婆婆背，台湾出风吹，台湾出风吹，风吹好枝头，台湾出东落，东落真正好，台湾是宝岛，台湾是宝岛，台湾是宝岛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佛摩萨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所以，咱继续要阁甲大家来分享今仔日的主题：祖祖相传囡仔歌。喺印象中吼，羊啊，伫咧叫的声音，各色各样，拢无同款。迄、那个热闹羊啊公吼，你叫的心较低沉，咩？哎，啊那羊啊母你叫，比来较重音，咩？嗯，哎、欸，啊那迄个羊啊囝你叫，哎、欸，人个迄较轻声细碎，较幼声，啊，佫会准，咩咩？哎、欸，拢无同款吼。哎、欸，啊，咱个老祖先实在真趣味啦，吼、哦，应用这个连珠式的语句结构。用这个羊啊囝，你叫迄个咩？吼、哦，做伊个开头，再用要食什么物件，你要食做一个重心，啊，串联出来，番麦啦、金蕉啦、龙井啦、吼、哦、猪肉啦、吼、哦、米咸啦，甚至尻川啊造出来，等等这些物件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这个。因为妹妹，伊当时就是安尼在念。因为妹妹啊，要食番麦，啊番麦烧烧的，要食金蕉，金蕉冷冷的，要食冷茎，啊冰茎无肉的，要食猪肉，啊猪肉咸咸，哎呀，我就甲加吼，变作最高音吼，猪肉咸咸咸，哎呦哎呦。啊，要食李咸，啊，李咸酸酸酸，嘿嘿，啊，你给我拍三个尻川。羊啊妹妹，要食番麦，番麦烧烧的，要食金蕉，金蕉零零的，要食零金。冷静无肉的要吃猪肉，猪肉啊咸咸咸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要吃你咸，你咸酸酸酸，你予我拍尻川。这羊啊妹妹，除了用连珠式的特色以外，伊阁用这个比较级、小小、零零这二连音，吼、哦，啊加最高级的咸咸咸上咸，酸酸酸上酸，这个三连音的应用真趣味啦，吼、哦。啊上尾后呢，嘿，我阁甲设计讲，你和我拍，安尼，啵啵啵，尻川。诶，就是讲，好囡仔，伊这个练习这个节奏感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增加这条歌谣
伊的趣味性啦啊。1980年，我正在积极进行着台湾童谣伊个采集、整理甲着创作个时阵，当时发现了咱台湾童谣内底一种连珠式个歌词，啊，实在有非常个有意思，佮真特别个对啦。迄阵我就一直想讲，要找一个虾米个主题，应用连珠式个结构形式来创作一首新的台湾童谣。在这个3月21日，阮太太在台北英总的产房在咧等候生产，我在产房外口在咧等候的时阵，一时当想起讲，细汉我的片名叫做大头阿银，阿姐嘛，这个大头阿银的太太要生后生了。在这个欢喜的心情之下呢，我就用这个大头要生后生吼来做开头就对了。哦，结合了我迄阵细汉上界爱食一挂这个四修啊。点心，台湾的点心，肉羹啦，吼，肉丸啦，碗粿啦，花枝啦，米糕啦，米粉等等，写出一个台湾小食。大头啊，大头啊，生后生，唱歌要唱哆来咪，哆来咪，哆来咪，大头啊，卖肉羹。马鸡伊结几弯，大头啊讲伊要卖肉丸，肉丸歹食，阁无人买。大头啊卖碗粿，碗粿咧碗粿是冷叽叽，大头啊去着卖花枝，花枝咧花枝是真臭臊，大头啊换来卖米糕。米糕烧滚滚，大头啊讲伊要卖米粉，米粉暖暖搁上细碗，大头啊唔知要安怎。大头啊，生后生啊，唱歌要唱的哆来咪，哆来咪咧哆来咪，大头啊卖肉羹，肉羹咧结几弯，大头啊讲伊要卖肉丸，肉丸歹食，搁无人买，大头啊卖碗粿。碗粿啊，碗粿是冷叽叽哦，大头啊去着卖花枝啊，花枝花枝是真臭臊，大头啊换来卖米糕，米糕烧滚滚，大头啊讲伊要卖米粉，米粉暖暖搁上细碗，大头啊唔知要安怎。连珠式的囡仔歌，佮有一种特色。这种囡仔歌运用字句的旋转、押韵，佮再旋转，会不断延伸。亲像讲台湾小姐一开始大头啊，伫生后生，佮上尾后煞发展做讲米粉烂烂上细碗，啊大头啊唔知要安怎。所以呢，咱呐好囡仔。来学这种连珠歌，会当加强因的思考力，打开着因联想的这个视野甲跨度。读小学的时，那到这个春节也是暑假，阿嬷拢会带阮只孙啊去梅山外祖因兜佚佗咧。啊，外祖伊白小脚地咧，啊，走路。那都袂紧咧，
啊，但是伊每一届阮来去爬山，伊一定拢讲，伊要带阮去这个公园佚佗啦。啊，外祖小卡地吼，行路真细步，啊，脚床过呢，弯咧，弯咧，弯咧，吼。啊，那脚有当时啊，踏到迄个石石头啊，还是路无平，还得用用要跋倒，你知道？吼，所以阮就嘿嘿，只囡仔孙吼，看到阿祖这个情形，啊，就秘书讲伊咧跳慢步啊，啊，这正是创作囡仔歌上好的题材。后来，我就应用连珠式的技巧，写出一首阿婆跋一道啊。阿婆咧，阿婆是无烦恼，走路搁跋一道。跋一个，跋一个，疼疼疼。阿婆讲伊要照行，照行咧照袂着。阿公阿公要解膏药，膏药咧膏药是膏袂好。阿婆起一个又搁跋一道。阿婆咧，阿婆是无烦恼，走路搁跋一道，跋一个，跋一个，疼疼疼。阿婆讲伊要照行，照行咧照袂着。阿公讲要解膏药，膏药咧膏药是膏袂好。阿婆起一个又搁跋一道。无烦无恼也无，上尾后煞来跋一道啦。连珠式的歌词结构，是毋是真趣味呢？朋友，你嘛会使找一个主题，应用这个方式来写一首啊，你家己心中的连珠歌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欢迎后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《福尔摩沙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